个都没这么酷。我都还没开口。烫手山芋。嗨，早安。现在快要九点了，对，我们才要出发。好晚哦。那我们今天要从福寿山农场这边骑到武岭。那我刚才看的爬升是大概1400多。距离40几，会比昨天累一点哦。对。好的。我们赶紧出发吧。我们现在下滑到梨山这里，刚那一段路真的很美，我们都要停了几次拍照录影。那一段路就是两旁的高山树，对，超级漂亮，然后会有阳光那样洒下来，超美。对，然后如果是樱花季的话，再加上旁边就是千英园的樱花，整个盛开就是粉红色。对，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往那边大雨岭的方向出发，走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大雨岭的方向出发，然后呢，这一条就是中部横贯公路。那我们等一下爬升呢，大概是1411，加油！加油！梨山，你看，梨山。我们等一下继续骑啊，前面有个888的地方可以拍照。我们现在是82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前面，等一下会有个888。其实这边啊，感觉前面呢是先一开始一段下滑。然后这边呢下滑就要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路啊，它不是有铺过柏油路的，所以它就比较多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路线，呜呜呜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要比较注意路况，这样。高山上练车的感觉，对，骑下就喘。我朋友就说要试试，让自己在高山上面练习。对，像我们在雪地练习也是好喘，很低温的环境下。容易喘。对啊。我们现在来到888的标志这里。很多人在走中横的时候呢，就会经过这边拍照。嗯，刚刚我们看到一台重机，它就停在这边拍。在山下买的，通了。刚才骑那段路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很高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对，除了风景很好之外，他这里的人都会跟我们比赞。对，很可爱。骑机车啊，还是骑车子过去的比赞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从这边出发，那下一个休息点呢是那个太鲁阁的扛棒那边。哦，好。然后我们沿途呢会经过碧绿溪，一个漂亮的溪。然后还有一些茶园啊，苹果园这样。对，感觉这一路都是很漂亮，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抵达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慢慢骑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骑过去呢，距离是7.4公里，那预计大概骑40分钟。好的，好走。预计40分钟，不知道我们等一下拍照停留会不会拍多久？对。哇，这隧道的路很烂耶。对啊，碧绿明隧道。好嘞哈。休息一下，就算沿路都很缓，也是骑到没档位了哈。
对。可是有什么能买呢？这个。水蜜桃干。老板。没有人。没有人。没得买。对。嗯。好吧。好吧。继续骑上去。对，流湿湿的水里。超好吃的。好多水啊。到了太鲁阁牌楼这边，嗯，上面这些都是樱花哦。樱花季的时候来这边就是樱花，对，很漂亮。但是现在没有了，有没有越来越骑不动的感觉啊？有啊。但其实我们这一趟路都是2-3%哈、哦。对，都很缓。嗯，应该一个陡坡都很缓。对，都很缓，可是很热哎。嗯，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界碑呢，有总共有三块，其中一块在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东境跟西境各一块。下一站停的点是枫红谷，在7.5公里。预计呢，应该是骑35分钟。那边是个漂亮的枫叶季的时候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。我们这一趟路骑过来，其实真的都很漂亮哦。对，嗯，超漂亮的。台湾还是最美的地方。这一对过洞夫妻又启程了。嗨，哇，你们带好多零食哦。补给。嗯，在。补给。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叫做枫红谷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有枫叶，这边虽然都是绿色的，那边也都是枫叶啊。那边还有一点漂亮。哇，那个水好清澈哦。这个人休息时间就是补防晒时间。这个地方很不错啊。对，感觉可以去玩水了。我们来喝我们的补给，还有我们的补给小队。耶嘿！露营小队加上补给小队，这个哇，你这个人又要拿吃的，又要拿喝的。怎么了？好辣哦！好辣的，怎么回事？现在继续出发，然后等一下就会到大屿岭了，然后中间呢会经过一个隧道。越来越高喽。对啊，视野越来越辽阔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是2552公尺。我们现在到这个是合欢山隧道，对，等一下右转合欢山。嗯，过去之后呢，就是大屿岭了，然后这边就有红绿灯的管制，走吧。哎、欸，哇，没有带灯。哇，这里要带灯哎。没有，我今天早上才把你的灯拿起来。没关系。哇，好多人。超暗的哎、欸，好酷哦！你看那个，有个原住民的雕像。对，他背着一只鹿哎、欸。往那边走就是东进五岭的路线，花莲就是从那边上来的。对，我们往前就是五岭。没了，走喽！最后一段路，加油啊！真的是最后一段路了。对，我刚刚看到路是，哎、欸，这不是西进五岭看到的标志吗？啊、怎么这么远？走、欸，爬坡从现在才开始的感觉有没有？刚刚也是有很多好不好，刚刚是缓缓的、啊，现在有陡了。人家说，大屿岭开始呢，就开始喽。接下来是大概10公里而已，但是要骑1.5个小时。这是高山上。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不容易哦，漂亮哎，很不容易，好陡啊！加油啊！我刚看我们这样9.多公里，然后爬升要666公尺，好喘哦！加油加油！而且路上蛮多车的，嗯，大家想要去看新牌楼吧？对哦，嘿嘿，你看一下前面这个陡度，嗯，好不想面对，真夸张啊！好美啊！
个东进北进五岭，从大余岭到五岭的这条路线呢，就是这样无止境的陡坡。休息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开始爬山。你是说到五岭还是说到咖啡厅？到咖啡厅。5.5公里。好吧，赶快洗吧。好远啊！好远啊！连5.5都觉得远啊。对，真的好喘哦。这个连续长陡坡哎。喘走。最后这段路不是开玩笑。走吧。接下来只有更陡哦。加油加油！还鼻涕还一边流下来。我也是啊，一直擤鼻涕。贩卖部，我们来贩卖部吃个东西，找个东西休息一下喽。没个钱，钱在那个外头。请问这里可以电子支付吗？现金哦。没有可以吃东西，就这里只能电子支付。我的现金放在外套里。好吧。那我们继续骑好了。从刚才游客中心休息那个地方。上来。那边开始不是开玩笑。累啊。连续长陡坡。对，很连续、很长、很陡的坡。天啊，太陡了，太陡了，不得不牵呢。前面就是北风太阳能板哎。然后我们的补给车呢，把我们的补给品跟钱都拿上去了。他们在上面悠闲的喝咖啡吧，我看现在。好累啊、哦，赶快去找他们吧。没东西吃了。我水喝完了。我也快了。旁边的也很高哎。前面这边标高3000，然后看那个路在左边。对，你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 H2 咖啡，它里面有一些热饮，然后有卖一些饼干啊、补给的饮料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还有卖小狐狸的东西，跟我们在北欧价钱差不多。对。然后店员也穿小狐狸哦。哦。有卖小背包跟大背包都有。那我们喝什么？奶茶。好，赞。最后1.2公里，加油加油！对啊，一开始就有陡坡了。对，走吧。啊，加油！好冷啊，现在。乐，加油！最后1公里了。好多车，好多车，加油加油，这才几步就到了，加油。
楼梯。耶、yeah, ！是不是？还有围墙、啊。休息一下再介绍吧。啊、太敬业了。好强啊！好强啊！耶、yeah, ！Give me five！ 好厉害哦！耶、yeah. yeah, 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终于上来了，还没有看我们骑了多少，来去看一下这个新牌楼长什么样子哦。很久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看天堂路在那边很漂亮。然后来看这个新牌楼多了什么东西。其实牌楼是长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就是它周围这一圈。它这里有整圈。这一圈有不一样。哦，有围墙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凸起来的观景台这样子。哦，之前就是没有这个牌围墙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这个牌楼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也是这旧的。对，不错、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终于骑完了，终于骑到五岭了，而且这个牌楼盖好了。对，那新的牌楼，五岭牌楼就是长这样，外观很漂亮，对，有个围墙，外观很漂亮。这样，那你这趟路你觉得怎么样？最后一段好累哦，从大屿岭那边上来真的好累、哦，真的好累，每骑一步都喘。嗯，可是今天出大景哎，太好了，幸运。最后那一段从大屿岭上来到这边，真的好陡。对，然后还好，我们刚刚有在那个 H2 咖啡那边补给了一下，再上来，这样就觉得还好一点。然后在那边吃了一些东西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牌喽。真的好高哦，你看。对哦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休息一下，准备下山。对，感谢我们的补给小队。对，不只要感谢我们的补给小队，还要感谢沿路跟我们加油的汽车骑士，然后汽车驾驶。他们的耶。然后最后就是来看我们直播的你。帮我们加油！对，谢谢你帮我们加油，好，谢谢。对啊，这里每一段每踩一步，我都想停下来，然后一有可以扶栏杆的地方，我赶快扶一下。你看起来超累的，踩一下，踩一下。然后我就说不行，我们没有果胶了，只剩下一条，要缓一下，缓一下，而且很晒耶。我们骑到中午，所以就非常晒。你要补很多防晒乳吗？有，就一个小时再补一次、哦。就是这里。然后在这里又超陡的、啊。从这里开始就真的超陡。啊，假树基地台在这里。什么意思？怎么那么好笑？虽然没有拍到，我们现在来我们刚刚吃水果的地方，买水，有开始老板水。好喝，当然好吃啊！好水哦，想喝了，然后有一颗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营区了，休息了一下，对，我们还洗了一下澡，然后晚餐也准备好了。嗯，然后我觉得这趟旅程呢，真的是蛮适合推荐给喜欢露营，然后喜欢骑脚踏车的人，可以尝试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旅行。但我觉得不错，五岭还是一条非常让人很喜欢，然后快要到终点的时候，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一条路线。而且就觉得我到了，终于到了，这样子。终于。OK。然后新的牌楼有增加的围墙，比较漂亮。然后它五岭牌楼的主体是没有变的。对，还是维持的跟原本的一样。对，然后现在原味。对，然后现在去就是要排队拍照。然后这营区我也觉得是很漂亮，很推荐，就是一个高山的露营的一个地方。对，可是好冷哦。对，我还蛮喜欢，但是。我洗了第二间洗澡的地方，它还是忽冷忽热。哦、oh, ，我们女生那边就不会， oh. 前面那边，而且我今天洗的那个水很强，我一下就冷到，一下烫到。快点下来给我，因为好像吹着吹着就没电了。